口香糖怎么洗？有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口香糖，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将沾有口香糖的衣物放置冰箱冷冻柜中冷冻2小时左右，取出来后就可以把口香糖从衣服上轻易地取下来了，或者用冰块在口香糖的位置压住一会儿，也可以轻松地去除。剩余不好清除的口香糖胶痕可以用蛋清涂抹，松散后再慢慢清除。之后用肥皂水清洗一遍即可。二，在口香糖的位置均匀涂抹上风油精，几分钟后可以轻易去除。三，将一张白纸平整放置在口香糖的位置，用电熨斗来回熨烫2到3分钟，口香糖便会脱落到白纸上。第四，用汽油，汽油有溶解口香糖的功效，所以在沾有口香糖的地方滴上几滴汽油，就可以轻松地去除口香糖了。第五，把沾有口香糖的衣服翻一面，在背面涂抹少量白酒，浸泡2到3分钟，之后再回到口香糖粘住的正面，用棉签蘸取白酒，慢慢的刮去口香糖即可。以上就是口香糖的去除方法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。